我是 Rene。 咁我成日都话咧，我哋咧就好中意咧，系大家咧同我哋倾偈啦。咁跟住咧叫我哋咧试啲唔同嘅台湾嘅嘢啦。啊，今次就厉害啦！有人咧就叫我试呢一个啊，黑丸啊，黑丸乱仙草啊，黑丸乱仙草，这个是 Pokemon 的仙草冻，哈哈，我买了两个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打开咧。试一下好不好吃，因为呢常常都会有一些香港人啊，现在不能来嘛，他呢就会要我，你可不可以帮我试一下台湾的那个什么什么东西。好啊好啊好啊，可以啊，吃东西最好，喝东西也可以，去玩也可以帮你去。我知道啊，两年没有来了是不是？对啊，两年了。好，那它这个宝可梦跟哪一个牌子啊？宝可梦仙草奶冻，我不知道哦。黑糖有限公司哦，黑糖黑丸就是它的牌子吗？好，拿出来是这样的啊。喂，怎么打开？哦，对，就这样打开。那这个有什么用？不知道。这个是奶球吧，是不是奶球？它的样子是这样。OK， 好，另外一个我也把它打开好了，反正可能我要吃两个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我要吃呢？因为啊，叫我试的那个人说他很喜欢 Pokemon 宝可梦，然后呢，但是呢，这个不能寄啊，寄不到，因为要冷藏冷冻很麻烦，所以他就说你要不要帮我试？好啊，但是我一把它撕开来，那就是撕开来咯，是不是？好，撕开来咯。就仙草的味道啊。好甜哦。仙草味道不是很浓，甜味 OK， 但没有很甜，有一点点。但是如果你喜欢甜的话，平常你可能是喝真奶，你要半糖的话，这个都没有嘞，你要自己加糖。它的样子是这样，这样没有很透。什么？看到我吗？还好，是不是？所以它，我不加奶头了。有点 Q， 没有很硬。小朋友可以吃，因为仙草味，说实话，真的没有很重。那为什么啊？还没有说完。为什么那个人啊，跟我说你帮我买，你帮我试好不好吃？不是，他没有说好不好吃，你帮我买，你帮我试。然后不要把这些东西丢掉，就是刚刚的那个纸啊，不要丢掉。那个纸啊，不要丢掉那个壳啊，不要丢掉。那这个壳呢，上面有说这个壳也没有要掉，奶球就不要了吧，是不是？好，我现在快点把它吃完，不然的话我送不下去。OK， 如果有一些水果啊料啊，可能50块吃个料，那种可能再加个叉冰啊，这样啊，再加个叉冰啊，那好好好一点。那现在天气很热，所以光是这样吃也好吃啊。重点来了，没办法，我一定要先把它吃完才可以有重点。
有看得出来吗？啊，我看到那个重点了，你看有没有看到他的那个背的下面？哦，是一个隐藏的图案。这个是谁啊？这个是我不知道耶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宝可梦的名字耶。我只知道那个叫 Pikachu， 就是那个组长。你看他是谁？好，反正他就是要那个壳。对，我会把它洗干净，把它封好，然后放进去 ，OK， 然后寄给你，好不好？我还有一个，要现在一起吃吗？可以明天吃吗？哇，还是直接跟你说这个是什么好了，反正我看得到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呢就是宝可梦，有没有看到？能不能清楚？咚咚，宝可梦，跟，哎呀，你给我有水出来耶，跟他，哇，你这个好像没有清楚，是不是？哎哎，还有看到，哦，这两个都有看到，哇，有没有很开心？我把你的梦想实现了，你买不到、吃不到的，等一下我寄给你，你就有了，有没有很开心？好了，就这样。如果你还有其他东西要我帮你试、帮你吃、帮你去玩、帮你去试的话，告诉我，能力范围可以的话，我又都会帮你实现哦。好了，这个就是这样哦。我要把它放在冰柜里面，我一天晚上不能吃太多。OK， 拜拜。记住咯，我哋嘅咪咪、我哋嘅 Facebook、我哋嘅 YouTube 同埋我哋 Patreon 啊，都好需要大家支持噶。我哋 Patreon 咧系欢迎大家课金支持噶。记住啦，我哋嘅Patreon 啊，个内容系多过 YouTube 噶。我哋嘅 Facebook 啊，系就嚟会搬晒去 咪咪 噶啦。咁啊，到时啊喺唔同嘅平台再见大家啦。